那个，你在这边。王妈，你这。要拍。嗯。哦，要拍那个。再用那个火锅冲下去呀、啊。前方一名送货员推着菜车出现，菜车看起来重量不轻，送货员已经有点吃力，却在这时一辆轿车直接撞到他的。掉的，啊，冷掉嘞，有加胡椒盐吗？它会加起来吗？对，它会太重。真的吗？这个加点。还有什么？等一下，还有个是虾卷。虾卷。那你错了啦。什么？我错了，错颜色错了，怎样错了？都是炸的，这样一排不好看啊。要不然怎么用？你放上去对。什么颜色错了？就是等下这个也是炸的，但它不是就三个颜色一样。你不是唔点讲，个人讲唔是颜色对。啊，万一明天要吃哎。我们就当问车子好。哦。好，我放在箱子。好了好，可以了吧？好。好。得，我们怎么样拿起来？我们这拿起来，糖太多了。来了。
要看当中奖了没有？你是配音员。对，对，我早就看过了。这个比较好剪了，这个好，蛮好的。这个比较好剪了，你用那筷子夹的。你那个比较好剪，哦，那个好剪哈。对呀，那个好剪的。干嘛？好剪啊。香皂。阿妈，你要阿美来一根的少。那这样的，你的手弄美奶汁，那美奶汁要不要多一点？太少啊。没有吧？你要排久的吧？对呀，对啊。这回问讲回转车辆过程，已经违反交通处罚条例，那边的冰箱无法开放，还得花一段时间修车，无法载客，荷包大失血。回转肯定得好好想想，若万一伤及乘客，可不是花花钱就能了事。跟新闻国家广播新闻最新的报道。而且我认识小爷爷吗？